大家好，这里是 Nexus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微生物的培养，用于第三章。来看一下，很多种生物的培养生物的话，培养细菌，培养的病毒的话，首先要需要的是它的底 murderer 培养基 complex murderer。这边有看到写到，有时候不同的复合物，比如说牛肉嘛，牛肉的萃取物。蛋疼切这怎么念啊？proto 酵母萃取物这些东西是复合式的，这叫做这对和复合式的培养基。那叫合成培养基只是 synthetic material，将制造的化学物以定量配合成而作为化学物培养基，有各样固定，所以可以用于细菌的繁衍。合成的培养基，它的是比较单纯，而且合成的都比较有固定比例。然后复合式的是用牛肉这些培养下去培养，它培养出来能够广泛的培养起那个细菌。然后这个是培养基，下面这边是复合式培养基。可以看到，一个蛋白质啊，有肉汤，那边有一个牛肉萃取物，然后还有其他的 temperate soil burn 大动培养基、培养肉汤，他们都叫营养肉汤。这个东西有加牛肉萃取物的东西，都叫它普遍称之为营养肉汤。这个麦克拉，这个就像叫复合式的。调节机，好的，培养基的时候，培养基有1.58%的阳菜，然后它有分三种，一种是固体培养基，是加入1.5%的阳菜。半固定培养基是加入了阳菜的量只有0.5至0.8，它量比较少一点，它大概固定在一个范围上，是可以让它左右流动它，把观察可以用来观察细菌的运动量。液态只是在显示不加入任何固定呈现液态，作为液态液体固体培养基。好，现在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有不同的养鸡，但不同的细菌，看它们都差不多，就是，等一下哦，就是刚刚那个四培养基，每一个细菌都有自己的最适合的温度，那一旦是培养我们人类相同的话，就是。这一个40左右，40到20常温就可以培养的话，之类比如说大肠杆菌之类，就是比较常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菌体。这个东西也是辨识一个细菌的分类标准。这个就是。除了刚刚讲的温度改变的话，这个温度有说是低温、是中温度、是高温度。可以看到它上面有没有最低温、中温、高温，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偏高温了。那如果是最高温的话，就是在火山旁边生存的细菌体，就最高温。那这个在培养的时候会培养到的，温泉，对氧气的需求来讲，就是来看，就是左边就是绝对需氧气，它只要离开了表层，它只要离开一进入那个液体的话，它就淹死、溺死，它没有办法呼吸，通常都是没有办法呼吸。然后绝对是间性耐氧细菌的差别在于。顶头这一团，这个
顶头这一端，它有比较多的细菌，还是想要追求到有氧气的地方，接触氧气。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有点虚。如果上次觉得驯养的时候，训的时候，它就会在表面透。打通，然后需要马上去灌水，其实也要用棉花糖之类的东西，棉花之类的东西让它继续接触到。这就是它当中的那个。直接线性氧气的操作流程，它的流程里面就是把它装进去，把手放进去去做操作，但它的操作过程，它结束过操作的过程都不会碰到，让它碰到任何气体，这就是需要我蓄氧气用我绝对厌氧气在做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人嘛，我们人需要喝特，我需要氧气，我不能说没有氧气过活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蜡烛的，是烧，它借由蜡烛的作用烧，然后烧到它那个这个气都变成厌氧状态，这叫绝对厌氧菌，为厌氧菌。这个就是。细菌的培养皿，看到培养皿可以用你的这个成分。这是化学法的啊，第一层左右，第二层左右，第三层左右。四层，慢慢随意糊磨一磨，那这样培养出来的结果就是在这个这边的培养皿看到的，是吧？但是培养出了培养皿，在做这个煎饼的时候，煎化馅的方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烧红，加接种环烧种，烧红在这个上面烧红之后，才能够确定它是无菌的状态。道明法，法和涂抹的方式差别在于，涂抹的方式先把这agar 先把阿把那个洋菜给配置好，然后这个考一下大家，记得刚刚讲到哪个吗？1.5，固态的是1.5洋菜。半固体的培养皿是0.5到0.88，然后还有一个液态的培养皿。这个是固定的车盖，想要观察它立体构造的时候，就装一个机器，不是装一个，装一个这样的钩钩，撑起来，那这样车盖来之后就可以跟到它立体的状态和结构。在这个段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鸡蛋病毒在培养的时候，会有一些生物体来去做培养，因为病毒其实不能算是生物，它只能说它有生物的活动量，相对于一部分活动，但是如果没有
你要生住体的时候，就会想，会变回去没有状态的个体。所以用这样机培养皿，可以到培养出动物的病毒。学东西动一个方法就是这样，只要兔子的起初症状，每一培养皿都将刀子将肚子切碎，好像倒碎的肚子倒入了三角瓶。倒入一蛋白，将组织过滤成脏去过滤，然后将收集到细胞加上培养皿，加上培养液与培养细胞培养皿都培养，然后以倒立式的方式去检查它的，这样子倒立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最后要讲这个比较特别的，这个是培养皿加上噬菌体，就是细菌中有一个病毒中有一个是专门是噬菌，噬菌体，右边那个是噬菌体，然后这边是培养皿，然后这个是细菌的，有细菌在里面的培养皿，把三等通路倒。破了之后倒入你培养基上，然后你再形成这个三层的东西，它然后就会互相就是打架打仗，三层才有特别的成分，就是打到这个地方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